料理之王第一届第二名亚军。首先就是先谢谢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真的都非常辛苦，因为有你们才能做出这么优质的节目。当然还有谢谢各位选手，我们大家都像是家人一样，感情非常的要好。当然还要特别感谢的是第一位是以心，因为有你所以才让我坚持到现在。不是不是，这是难道说这是不是告白？不是告白，恋爱之王阮少荣。就是如果没有当初那一段取舍，不是恋情的取舍，就是在取舍的话，我应该早就想要放弃了。对，因为有你的这个关系，让我想继续走下去。我是阮少荣，大学的期间其实参加蛮多的这种国际锦赛，因为每一次比赛几乎都越来越上瘾，越来越喜欢那种感觉。那也是借由每一次的比赛，在不同的国家吸取不同的地方料理或是它的文化，之后把它融入到自己的菜肴里面。我觉得才是一场比赛最重要的东西。少荣，哎呦，你在切什么？是木鱼肚里面包入了这个芹菜、马蹄，还有石木鱼姜酥席。哦，我看它很像。今天要做的是一道改良版的这个五柳鱼欧牛鸡。对，五柳鱼呢是台湾的传统百大老菜之一，这道菜的特色是它会走一个酸甜的一个风格。那传统的话是用石木鱼把它去做一个清蒸之后，然后搭配五种柳，那再配上一个酸甜的酱汁为主。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料理，这次的比赛，然后让大家重新去认识这一道菜。今天的话，我会用蒜苗、姜、木耳，然后金针菇跟甜菜来搭配。对，传统的话是用五英醋，那我今天的话会用三种醋，用镇江醋、乌醋跟我们的巴萨米口醋。听说你会这样子中西合璧，是因为家里本来过去的话，爷爷是川菜师傅哦，对，那叔叔也是川菜师傅。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的酱汁，用巴萨米口跟乌醋还有镇江醋去调的酱，三个酱。对，然后有加一点肉桂跟一点蜂蜜在里面，去调和它的酸跟甜这样子。这个很期待呢，我把它吃下。下面一位的选手的很中西合璧，三个醋放在一起的。蛮甜的。对，因为南部口味嘛。很意式的料理，然后可是吃到南部口味。对，那尤其的话，我今天用的是鱼肚，那鱼肚部分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油脂，那刚好配一个这个酸甜的这个 sauce。稍微解一下这个油脂的腻感，这样。我好喜欢你里面这个鱼姜哦，然后配这个亚伦，是不是也喜欢？我很喜欢你的酱汁，超级棒的。但是你为了去这个丝木鱼肚的油，你加了一个更油的，因为油温不够炸的金针菇，所以让口感都是油味。我吃这一道菜有点小失望，因为我觉得它的概念是很有创意力，而且是掺了一些比较fusion 这种蘸，但是鱼里头的肚子的这个部分的油，对我来讲 ，it's 太油了。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对，好，亚伦，请问你的选择，你要在最后一个投吗？不要。好，那你先投。14号。14号，中间的这位选手，恭喜获得一票。好 ，Fred。我选14号。14号，目前有两票，恭喜。阿妈，我要丢奖啊！其实不知道算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两天彩排跟录影，就其实觉得还蛮累的，应该是先跟我奶奶讲一声吧。对，对，奶奶辛苦一辈子，我觉得还是回去当面跟她讲比较好。30分钟计时开始。会用四种方式来呈现这一道菜。第一个是我会用把这个梨子刨成薄片，然后用糖去腌制它，就做个饺子这样子。再就是做一个这个梨子的清汤，
然后用一点老姜去稍微蒸一下它，再就是会有用一点桂花跟蜂蜜去蜜一下这个梨子，然后最后打入这个二氧化碳，像是可乐的梨子一样，它有气泡的感觉。最后就是把这个枸杞跟白木耳做一个 puree， 做一个泥这样子来做一个呈现。听起来很复杂呢。哎，其实不会，人家少跟我讲话就我就有办法做完了。好。我卖供，卖供，卖供啊！意思就是请你离开。Yes， 离开。哇，你切得好薄哎，很透哎。对，因为我刚刚用糖去稍微有去腌制它一下，因为这个糖会让这个食材会出水。对，那它本身的话其实不太会影响到整个料理太大的一个风味这样子。我希望就是可以一口吃到所有的东西。梨子本身是属于比较一个寒的一个食材，对，那我希望就是用点姜去稍微调和一下。好好吃哦！你有推荐是所有的元素一起在吃，但是单独的梨还有的汤汁的香气非常搭配，但是吃到你所说的饺子里头的 cream cheese， 对不起，对我的口味来说是很可怕的。因为它的 cheese 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味道，觉得好像里头在吃到奶油。梨的这种 delicate 的 flavor 都好像破坏掉了。了解。好像真的多了那个东西，咸的味道太突出了。其实这个主题真的是蛮困难的，对，我没有想到菲利普也会就是没有评审选，对，蛮压抑的，对，因为这题目真的是太难了，对。欢迎以心还有少荣，哎，欢迎我们新郎新娘步入礼堂，哇，说够说，你知道吗？也是一样哦，在那个民调里面，你也是算是在 top three 里面，真的吗？大家想合作对象。谢谢。以心，你是写想跟少荣合作的吗？对啊，就是他是我 top one 哎，为什么？因为他超强，他就是中餐界，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那种。哇塞，你有也是想跟以心合作吗？还是其实没有？我觉得还不错啊，没有就是没有，看起来赏心悦目，对，心情就很好。好，希望你们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我今天来到景美夜市，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北藤贵跟润饼。我超期待可以吃东西，而且我其实之前没有吃过白藤贵。吃东西，觉得我可以来个大胃王 PK， 我要耶！我们终于要吃润饼了，我吃饱了，我还可以。不要香菜，千万不要放香菜，好，拜托。花生，这太一般了，我不喜欢做这种东西。眉粉呢？眉粉就行。眉粉。这样我们可以走一点卡卡的路线。谁问俺家？就是我连一个油脂都没看好，需要换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啊，可以啊！你不要对我的胸拜托，我知道我等一下要干嘛？睡觉。我等一下要告。拜托，是。要见面，我一定要让他告。是。还没啊？哦，刚开而已。还没啦。你的油温不够，就会黏在一起啦。温度下去发现不够，就不要再下第二块了。少荣，你们的分工大概是怎么样？主要的话，润饼这边是由我来负责，那北藤贵的话是由以心来负责。那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话，是我们会把北藤贵做成咸的。咸的？对，因为我们说到贵，那我们其实最容易联想到就是客家菜。因为客家菜最常出现就是贵。把步骤去大部分去作为简化，一个锅子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然后一样食材可以两道菜都去用到啊，尽可能切东西少一点，那都是由我来切这样子，他切可能五分钟还切不成，所以呢，我们就走了安全牌，因为毕竟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又会拿出什么把戏来那边耍宝，那我们不如就安安稳稳的做好。
北藤贵不一定是做甜的，因为它北藤的意思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面团里面加了白砂糖，就像是我们的叉龟，为什么叫叉龟？就它里面加了艾草，对，绿色的，对，没错，哇，因为我为了这个。特别跟阿嬤特别特训了好久，他做到他都生气了，因为这是其实润饼对我来说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因为我们浙江人有时候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吃到这个东西，但他特别为了这跟阿嬤学，他说边做边骂说你怎么可以那么笨啊什么之类的啊，你不要做了啦这样子。阿嬤是求好心切啦。哎，少龙，你那个皮做好了吗？哎，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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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点紧张，我们再等一下。哦，所以还没有成功一片，对不对？放松再来一次。放松，少龙还没修哦。没，因为阿嬤也是这样子摸。对，如果阿嬤看我没有一次这样做起来，我回去就死定了。真的，阿嬤也看电视哦。哎，阿嬤会追剧。阿嬤很时髦哎，阿嬤。少龙今麦在做哦吼，伊若是做无好，你就敲电话入来，吼，爱甲教、甲错拢不要紧。哎呦，看起来好像可以哦。嗯，这样我好紧张。这个真是就跟阿嬤旁边看一样。你说我是阿嬤？没有。行。不行，教了，教了，时间差没抓好。那这次是我想到，就是最坏就是这样子了。勇气没有。嗯嗯。啊！来破还是有办法包，对。这样会不会太干？它等一下放一下，它会回潮哦，因为它有蒸汽。好了，这篇应该是 OK 了。耶！林孙没卖哦，赞赞赞！所以这是每20分钟做一片出来吗？对。你刚刚拌的是什么？我拌的是客家的吉酱。哦，吉酱。对，然后刚刚以心有做了一个用梅粉做的一个梅汁油醋。那因为我们跟以心去夜市吃了很多的润饼，那吃起来都是带甜的。那我希望可以有酸，那就保留润饼的这个甜味在里面。对。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样从来没有看过。哦，连你也是第一次做？哎，没有，我是7年前。7年前，对，因为我在南部念书。来，我炸，我炸。来哦，时间到，来交换。希望在最后5分钟去完成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生菜里面有加一点油醋，担心它会出水，所以在这个时候去炸跟去包这个润饼，时间应该会比较刚好。嗯。这个润饼的话呢，我是希望可以带入一点这个客家的元素，所以呢，在里面呢用了这个咸猪肉，拌了这个客家的吉酱。我们吃润饼其实有时候会需要补足一点水分的，传统的话是用我们的高丽菜，那这边我把它换成罗曼，把这个罗曼呢下去稍微吸附一下一点这个猪油的这个香气，然后最后再拌上这个我们梅汁油醋梅粉，所以希望说可以带出整道料理是酸甜咸的一个元素。阿嬤没太加哦。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付出跟贡献，谢谢阿嬤。第一组的我觉得是很重口味的，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但是你有放 romaine lettuce， 所以这个是可以解一些这些咸度。我会觉得有一点偏咸，因为那个菜粕也是处理的方式是让它比较咸。我刚刚吃的第一个是以心跟那个少荣这边，我觉得你们在调味上的层次非常丰富，然后有客家的感觉是有的，但饼皮的确是有一点失败，因为那个薄厚不一，然后咬劲也是有差。就理念上，我其实是倾向资金这边的，我觉得他至少在做菜的观念或者他想的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以实际操作上，我可能还是会偏少荣跟以心这边。以心少荣2票。2-2 Jason 风水轮流转，转到你要做选择啦。果然是轮到我了 ，Right？ I think 两个做法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对是后来用香蕉，然后 bacon 就是比较西方式的元素加在里头，有没有成功？然后我们这边是用客家的，所以也是非常传统的。哪一道是我会再要吃、再想吃一口的？致敬永凡，致敬永凡，恭喜确定晋级。终究还是比赛，我们要再请老师做出一个选择。
又到这个最讨厌的时间了，主任。那如果半斤八两的话，就是找责任了，对，那只能是这样。好。四位老师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有答案哦。这坏人我来做吧。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刚其实有收到一个消息，说你们这一组人，在最后的五分钟其实并没有换手。其实已经是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样从来没有看过。哦，连你也是第一次做？哎，没有没有，我是七年前。七年前。对，因为我在南部念书。来，我炸我炸。对，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一个原因，怎么会出现一个破坏规则的一个这样的行为？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嗯，对，嗯，因为我们昨天在彩排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对，有点被通知的时候说，我没有换吗？这样子，有点投入在摆汤柜上，所以这有点是无心之失。你们两个谁是带头的？我，你是带头的。我说实在话。我觉得是女生的不对，但是我觉得男生的责任可能更大。这样子吧，少荣，我让你决定，你们两个谁走谁留。我可以先讲一些话吗？上一次 PK 赛的时候，那因为我是川菜跟江浙菜是我的底。那时候当乙心他抽到春菜的时候，那他跟洛师傅学完之后马上就来找我，因为我遇到的师傅都是变态，所以其实包含像是这一次乙心还有上一次永凡来找我做教学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严厉的人，再加上我家都是三代都是厨师，其实我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一条路并不是我的兴趣，也不是说我的职业，这是我的志业，所以我希望有心想要学习的人，那我当然无私的奉献给他。我不希望说乙心在接下来的比赛是带有压力或是紧张，我希望他就是跟我一样在练习的时候是开心的，是快乐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如果乙心今天想要继续再往下去做，我愿意就是退出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对于你的职业并不是在这一行的话，那就是由你自己来考虑。他要不要我是他决定，是他选择我，不是我选择他，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规则就是规则，比赛就是比赛。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的身世背景、你的资历而给你任何仁慈，尤其是做吃的。入口那一瞬间就在决胜负了。那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是这样子，少荣，如果你觉得乙心还有进步的空间，你可以让给他这个机会。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你值得，哪怕是这个错你犯了，你又会改，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他走。因为我是在国外长大的，你有一个梦，你要追那个梦，你要抓紧那个机会。你一辈子你会做很多朋友，人家理解这是一个比赛。Yes. 你如果值得，你觉得你有机会，你可以把这个机会把握好，已经被让了这个机会，你要抓紧。嗯，最后那就是看少荣喽。好啊，这个太难了吧？最后一句啊，乙心真的非常认真，那我希望天真有机会可以把他再救回来。好，少荣选择是留下，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乙心，谢谢谢谢，暂时落入待定区，谢谢，辛苦了，好揪心哦，真的。其实我真的很纠结，因为其实打从一开始我就第一个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输，而且当下我也觉得说 ，maybe 应该是我要退出，那由他来晋级这样子。后来秀天老师又 maybe 也是给我一个台阶下这样子，但是秀天老师我当然也有对，就是两个东西其实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去冲突。我给他这个选择的机会，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退缩。如果你不让他做这个动作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以后都会有心魔。
这个女生是你的敌人。你做完选择以后，你可以去内疚，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你要想清楚你未来人生接下来的几十年你要怎么去面对。那第三组呢，默契应该 OK 吧？还可以还可以。对，欸，有合作过吗？没有，第一次合作。但比较幸运的是两次都是跟美女合作。哦，谢谢谢谢，真的耶，谢谢师傅。那这次分工的话，基本上就是让他们自己有想要去比的项目，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我要吃五个菜，一个肉，一个饭卷，我们数量配菜，真的，我们数量配菜，我们不会那么多啊。我想要任何人都还要洗，为什么？五、四、三、二、一。Oh my god！ 你到哪里了？切不完，再切啊，切不完，切不完太多了，蒜头还没切啊，哎，这蒜都可以，还有我切的，阿里，我先做原本该做的事。等下你裤子要先润了，不然帮你嚼片。好。你把裤子烧到冒烟，再把油倒掉。太多了。够热了吗？看会给我烧到冒烟吗？没有。可是我油其实放蛮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裤子脱了也没有用啊。哈，都来不及过筛蒜呢。你打的蒜打这么久，打两分钟。五分钟是不是就煎了两个蛋？注意到才对哦，这蛋真的是。有一点掉，掉了，掉了。我可以离火，大家可以救吗？2、1，1。先坐旁边，坐旁边。我们排这个顺序后面是这样，所以应该是。这怎么样？还有是，我也不知道，算是这样子吧。给点力啊！后面赶快去看座位啊！谢谢。来，都搞定，都搞定了，都搞定了。哇，很爽！我看一下豆芽菜。吃。I wish you him。没啊。辣酱太多了。哎，我一个人做的每一样菜，我随便点一点的饭。预计大概有30秒。有。那你的刷子不用那么爽。对，对不起。时间到。计数一下里面东西，什么东西是你做的，好不好？100%里面，如果蛋能够在第一次交手就做出来，那应该后面是不会那么一团乱的。一盘菜里面大概70%都是我来完成，这样我一个人做就好了。你有办法贡献的地方，当然就是要去好好把握住，然后就是把它当一回事。你要真的觉得很失落吗？都会自责。主要会就是对他们比较严格，然后严谨的话，其实是因为我可能讲10次，你都会做，但是可能骂你1次，你都会痛，你都会记住。所以不只要对我负责，你要对评审负责，你更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去怕做错做坏，你要去懂得知道分寸，对，进了厨房不要开玩笑，好好的把菜做好。你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便当料理？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Korea style 的一个便当。Korea style。对，因为佩玉之前在韩国有待过一阵子，嗯，等到他跟我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做过韩式料理，哦，那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学一下，那也不错。主食呢是什么？主食我们会做一个韩式的饭卷，对，那它跟日式的话比较有点不一样，就是。韩式饭卷它会用这个香油，韩式的这个芝麻油，对，那它不会加醋，风味上会比较不一样一点。你们连芝麻油都用韩国的？对，因为佩玉说他对于这个便当有一些情怀哦，他说这是他想要做给他曾经喜欢的一位欧巴，韩国欧巴的一道料理。少荣。接着要做哪个部分呢？切菜，接下来的部分。切菜，好，我看得出来。这边刚刚他弄好了，这个是豆皮，对不对？不是，那是鱼板。哦，鱼板哦。目前好哪些了？好哪些？好好你的饭卷吧。饭卷的料都好了。呀。好，谢谢你。对对对，没错，刚刚佩玉就做得很好，后面问前面，这样就省去我过去打扰你们的这个步骤了。佩玉，听说在练习的时候，少荣骂你骂很凶哦。
对，比较你刚刚都不敢讲一点点，所以你比较想要他不是捂住眼睛，是捂住他的嘴巴，对不对？没有没有，我们组长是用100%的爱心，但是因为他怕我们在厨房如果一有轻忽就会受伤，所以他在厨房里是非常的严谨的，其实为了要保护我们。少荣，那你炒完可不可以帮我把寿司莲跟海苔拿起来？喂。少荣做到哪个步骤了？要跟那个佩玉讲一下。好了，饭团就是第一，它的热度、跟它的熟度，还有它的水汽都太高了，所以你们一包下去之后，其实已经影响到那个海苔了。芝麻油其实涂的不够多，所以没有让那个香气可以带到米饭里面，顺便把那个海苔紫苏也带出来。再来的话，我觉得你们里面包的料的刀工应该要更细腻一点点。考虑到的话，其实咀嚼的时候它会整体性会比较够一点点。其他的话，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在调味上啊，跟心思上其实都还不错。今天的计划就是全部都是做酱这个菜。不急，你很凶哎，到时候是露露你也这么凶，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在干嘛？我在睡觉是不是？在多久了？12分钟。我觉得真的。开始。要再花18分钟。因为今天要做一个杭州菜最有名的一道汤品，叫做宋嫂鱼羹。那杭州菜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它每一道菜都有它一个特别的一个故事。那最大的特别就是杭州菜本身是走一个比较清淡的路线，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说一些镇江醋、绍兴酒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的来源。那你现在下油是要炸什么吗？在过油。过油，对，把芦笋先过油，可以尽量保持它的翠绿的这个颜色。那中餐比较常会使用到过油的这个部分，对。OK。今天做的这个呢，叫做片鹅川。所谓的片鹅川就是用这个刀口面，就是说用刀子切出来的面，然后它会搭配雪菜、竹笋跟一点里脊肉，来做一个微煮这样子。那本身吃的话是吃雪菜的这一个味道，嗯，对，是一道非常传统的一道料理。因为我上次那10分钟做两面黄，我觉得是我录影到现在最开心的一次，是，对，因为终于做到我想做的东西。对，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可以趁这个机会再做一个我想做的东西。还有一个现在在水波炉里面，那个叫西湖醋鱼，对，然后片鹅川，然后宋嫂鱼羹跟一道非常经典的蔬菜料理叫百合芦笋。OK。这是鱼羹，宋嫂鱼羹。鱼羹，对，他用了竹笋、香菇、豌豆，对，那现在在做这个勾芡的动作。对，那这道菜的话本身呢，在当地的话会吃比较带一点酸味，就是又有这个镇江醋。那宋嫂鱼跟这道菜，它传统的话是用草鱼，那在这一次我把它换成用鲈鱼来替代，因为可能草鱼本身的土味比较重。那这道菜有个故事，就是它是一位姓宋的一个人家煮给他的小叔喝的，因为一些因缘际会，所以他们分散了。那到最后，这个小叔回到杭州之后，去了餐厅吃到这道菜，才发现原来失散多年的嫂子就在这一间餐厅里面。但是嫂子最后跟小叔是没有在一起的，对，这是一个有点长的一段故事这样子。所以这次选的这几道菜都是有它的典故。这道是一个微面，所以味道我希望它可以，对，就是软烂一点，它可以微一微，对不对？微微微微微面，三菜一汤进入最后60秒，加油加油！注意时间喽，注意时间喽！30分钟，三菜一汤真的很不容易，最后15秒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请三位厨师停手。辛苦了，辛苦了，上菜。建议各位老师先从芦笋开始，我们芦笋吃完之后呢，再喝我们的鱼羹。那鱼羹的话，如果你喜欢酸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加点镇江醋，因为通常我们会让客人来自己加这个醋，我们汤里面本身只有放一点点而已，做个提味。那再来就吃我们的这个醋鱼搭配的酱汁跟姜丝香菜一起入口。那再来呢就是吃我们的这个片鹅川微面，那这个是少数杭州菜里面比较稍微重一点的菜。杭州江浙喜欢用雪菜来做入菜，那雪菜是一种腌制的菜品。今天带来的四道经典的一些菜，我先说三位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刚刚就扪心质问我自己，如果这三十分钟我能不能，答案是我觉得有难度，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都是非常杰出的厨师，非常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三位。然后今天我吃到少龙这四道菜，我都很喜欢。唯一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这个面有一点点的咸，味道有一点点咸。我可能觉得你在微面的时候可能没有抓好，因为它其他的，因为你说腌制品的关系啊，所以在调味上有点差别。羹汤你的刀工展现得非常漂亮，因为你这样子，当我每次喝进去的时候，它的羹的浓稠度刚刚好，然后配合你的刀工，然后让每个食材的脆度跟它的口感可以达到一致，所以可以配合那个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你醋的调味也我觉得也很到位，醋里面你加一点点酱油嘛，稍微一点点去提味，所以我觉得你在每一道菜处理的过程都非常好。谢老师，吃的好像让我感觉到小时候跟外婆出去到好餐厅吃的东西。外婆原来是他们是上海人，所以很多这些东西吃的好像是觉得有一点熟悉的。最主要我觉得你也有考虑到每一个做出来的菜色的颜色，因为你的虾子是鲜艳红的，然后芦笋还是保留它的翠绿色的，每一个它的 flavor 都很丰富，就是面稍微咸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三十分钟可以做出来这样子，我是非常高兴你之前有选择自己把自己留下来，所以谢谢你，谢老师。请问一下，云化，你的选择在这一回合你要投给谁？我觉得这一回合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就是每一道都有让我很惊艳的地方，但是三十分钟之内最惊艳的，我就会选。我就会选少荣，少荣，因为我觉得他有些功夫的汤，那个三十分钟光做完那个汤，我就觉得很厉害了。何况还有就是三菜一汤，所以我会给少荣。好，大师兄获得一票。好，接下来我们问一下爱讲，我真的不敢跟你对眼，那没有，早晚你都是要跟我对到眼的。难道我们下礼拜再来录这个单元吗？每次一到这个时间，我就想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好，还是得选一个。好难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就是而且只有三十分钟，三个小时就还好，三十分钟啊。还是你要再申请想个十秒，我们就先请芊芊。没关系 ，OK， 你有了，好，我有选择了。好，我的选择是少荣。少荣，大师就回来了，获得第二票。最后再来，我们现在请芊芊。我的选择也是少荣。少荣获得第三票。哇 ，OK， 好，接下来 Jason 你先好了。我做选择之前，我真的要就是说一下，你们三位就做的是非常好，三十分钟是很少的时间，然后通常在任何的状态底下，你们会有助理帮你处理任何的东西，但是你们做的真的是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你们每个人的展现的都有你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我觉得很赞 ，OK， 但是我还是要做个决定，我今天投的是少荣。哇，恭喜少荣获得了第四票，呜呼！放手一搏，然后背水一战，能够
那拉几要是几要是，刚刚真的是卯足了全力在做这四道菜，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经验，才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菜。我觉得我们真的三个都太棒了。但是这个底的部分是关键，一定要把它炒香。那你在炒的时候，把油锅打开，好，不然人家张杰上粉，他到一层他就挂了。东西都是边做边收，我很讨厌看人家做菜的桌上很不巧了，很干净整洁是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师父他三代都是厨师，在厨房里就是一定要严谨，然后没有好话。他真的很复杂，他就是一个阿公，他是阿公啊，做的那种个性哎。可是他好像又是用一种奇异的方式在爱着他的队友们。S 型，对，每一下都要推到锅底，注意能温度。这个呢是最难的步骤，输了就怪他。在边做的时候就要一直边去试吃，边抓一下。就是你一个，对，我在调整。你给我那几根而已，都炒什么啊？三根呢？刚刚在上面的时候，我跟退休朋友，我觉得口气比较大一点，差一点。我觉得说适时的给你们去一点压力，是促使你们去成长，去有一点更严谨的心态在做菜上面。你对于你自己要做什么东西，你要非常的清楚。毕竟我们这次是比赛，你要对你自己负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可以互相去帮助对方，就是因为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在上面的那个接力赛，我们五个人都全力以赴。师兄，师兄，你到了！我们定的主题呢，就是 Christmas 圣诞节，三十分钟计时开始。大家好，大师兄这边呢，你们做的圣诞料理是什么？那个，我的发言人在后面。我们做的是那个，对，没问题。步步高升炸子鸡，炸子鸡。对，然后我们是用港式的那个炸子鸡的做法，可是我们里面是用台式的布袋鸡，把两个相结合，在三十分钟之内做出米糕，然后塞到去骨的春鸡里面。哦，没错，我们要挑战在三十分钟内做完油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完成的。接力赛的部分的话，就是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特性，然后去做这个棒次的分配这样子。第一棒就是我来，就是做切割跟去骨的动作，把全鸡就是拆骨，但是它还是一只鸡的样子，应该除了我没有人有办法做。每一棒都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没有失误的本钱。最后一棒。由杰夫、永凡还有少荣出战最后一棒，三队的队长来作为一个最后的收尾。少荣持续在淋油当中，我为了让他赶快熟成，所以刚第一棒的时候，我就用我最灵活的食指跟中指把他的骨给挖出来。黑队在给那个大师兄集气，顺便集气给那只鸡，快点收，快点收。够羞呀！华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喜欢吃这种米糕、油饭类，像是团圆的意思。那我们是把这个港式这个脆皮鸡改良台式布袋鸡的方式，把骨头拔掉，然后搭配这个油饭。那油饭呢，因为我们用炸的这个方式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把它镶到我们的鸡里面去吸这个鸡的这个味道。那我们最后再用点五香粉跟一点盐巴做的调味，这样子。真的有一点吓一跳，因为我真的非常担心是不是没有熟啊。对，然后是好的吓一跳还是坏的吓一跳？当然是好的。这个皮是脆的，里面的糯米的就是咸咸甜甜的那种的感觉，跟鸡肉是特别的 match。如果是一个缺点的话，菜稍微油一点。对，但是它应该是配角而已。对，所以我就讲这个主角真的非常的好吃。鸡的香气，因为你有放五香，最后的香气都上来了。那个皮是酥的，所以很好。然后那个肉也是很有水分，然后搭配上里头的油饭的 Q 度刚好，而且因为比较油一点，它配那个鸡胸肉的那个部分是很搭配。
目前的积分五回合之后是10分、9分、6分，会不会逆转胜呢？或者是依旧维持这样子的名次？我们首先就先请 Fred。我给少荣。少荣，对对对，大师兄回来了，获得一分。全部的人看我，好紧张。然后请全体闭眼睛。那闭眼睛了。好，我的选择是少荣。少荣，大师兄回来了，获得第二票。我的选择 ，us。我真的太喜欢那个脆脆的、香香的皮，所以恭喜，我会投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回来了，目前来到了9分，我会投给那一只幸福的鸡。大师兄回来了，再获得一票。目前大师兄跟 Dream Team 都来到了10分，库鲁魔法使是9分。最后问一下 Jason， 你的关键一票要投给谁？怎么轮到我？我是做决定的哈。I think 每一队他们有展现他们 their best， 所以我不能说有什么不好的，因为你们每一个就花心力，因为是你觉得你可以把你最好的展现出来。但是我投的这一组的是他们后来出来的吃的东西是最完美的 execution， 所以今天晚上一定是说少荣。回合都还是最后，对。然后现在从第五的回合到第六回合，最后赢回来了。对，接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不要有所保留，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就是呈现给大家。那因为 maybe 我们的团队可能在技术上或经验上，并不是像其他两队这么的优秀。嗯。这道菜 maybe 看起来很平庸，嗯，但是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烹调手法、是技法、刀工都在里面，就像是我们看起来都很。平庸，我们都是素人，但是我们用最后的力气做出这一道菜。哎，你们直接逆转胜哎！心情起伏真的蛮大的，毕竟前面真的是兵败如山倒，然后在最后面真的是背水一战。那也很感谢队友们在最后那个阶段就是肯一起努力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很欣慰，那也很开心。料理时间一样有30分钟，计时开始。切豆腐的时候，第一个要心很静，第二个是要憋气。但是我发现就是可能有时候切切切到快要断气。两位都已经完成了，因为我刚刚在看少荣偷了一个很大的亏。少荣，你现在可以讲话了吗？可以，我快断气。他刚刚是马步扎的，然后一个呼吸都没有，然后开始切。目前这一道菊花豆腐的话，大家会把它归类在南方菜。那我们南方菜里面最有名的炒饭，应该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扬州炒饭。那我今天要做一个最传统的扬州炒饭来跟它做一个配搭，我觉得这样这个组合会比较合理一点，比较完整性一点，对。Oh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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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看不到吗？啊，油你那是什么油？啊，低油，这低油。低油啊！低油嘿。我先把它稍微单纯去把它炒香后，然后再盛出来。对，不然的话，我们等一下炒饭的话，可能会料的话会炒不香。对。哎，阿张是，起码少荣很嫩啊呢。对，他下蛋以后呢，他会把蛋呢哈，把它炒成有一点香气出来，比普通妈妈在家里面炒的时候呢，还要再更花一点时间。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刚刚蛋黄下的比较多，有两颗。对。那把它尽量炒到干爽。那因为蛋白是水分，蛋黄是卵磷脂还有油的成分，所以下去把它炒到。碎炒到或是炒到像起泡金沙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饭，就算今天是热饭，下去拌一下就松了。我们通常在煮这个炒饭的话的这个白米的话，我们大概一杯的米大概对0.9杯的水，嗯，就可以了。对。OK。No no no no！哎，原来厨师真的不怕烫哎，烫死了，烫死了。好漂亮啊！南方菜最喜欢的就是绍兴酒的香气，所以我在锅边稍微呛一点，呛一点绍兴酒去增香。撒绍兴酒的时候呢，它不是淋在饭上面，而是淋在锅边，因为锅子热热的时候呢，它会瞬间蒸发成一个香气，哦，可以闻到香味，可是吃不到那个酒的呛味的感觉。嗯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是用热饭的关系，所以我们稍微炒久一点，尽可能把这个水气炒掉。哦，对，那隔夜饭不是说不好，只是有时候在用隔夜饭炒的时候它比较干，嗯，那旁边可能随时要一点热水去补一下它的这个水分。今天的话是用一个比较中餐南方菜的菜系，每一种菜系它都有不同的一种名汤。那我今天的话是用了上海的名汤腌笃鲜，爷爷是川菜师傅，所以我用了川菜一种非常最好的汤，叫做开水白菜的方式来把这个汤澄清。汤里面我加了猪腿，加了老母鸡，然后加了金华火腿，然后用一点港式煲汤会加一点这个瑶柱提这个味。那炒饭的话，就是做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扬州炒饭的方式，里面有河虾、有竹笋、有花菇，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金华火腿。我们的南方菜有一句话叫做“平中出奇，怪中出雅，暗香复味”。平中出奇就是你可能看这个汤啊，好像很清，但是喝下去它的风味非常的浓郁。怪中出雅，谁会想说把腌笃鲜这种汤澄清到这种可以看得到菊花豆腐的这个样貌？那暗香复味就是整道菜吃起来看似平庸，但是它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蕴藏在里面这样子。第一，我觉得汤我很能接受，而且很欣赏的就是虽然是烫的液体，但是你可以一口放在嘴巴里已经感觉到它的奢侈度，而且它的浓稠度搭配这个豆腐的香气很清香，然后你有这种的很浓的味道的汤，但是不是重的，但是是很有味道，我觉得搭配得很好。炒饭绍兴酒有这种香气，然后你的咸度是够，因为你有放盐，然后有火腿，就可以盖住有的时候香菇里头的那种生的味道，所以我觉得你的 balance 都非常好。饭也是 Q 但是不会硬，然后有不同种的口感在里头，我觉得是搭配的非常不错。嗯，谢谢 Jason。首战的对决，我们请我们的选手们帮我们台上的两位加油一下。少荣对上 Michael， 少荣师兄，师兄硬邦邦。你不要这样，会吓到 Michael。没关系，那个对呼，他讲什么都没用。有的讲呢，30分钟。米的料理大对决计时开始。今天要做一个港式的荷叶糯米鸡，但是因为没有糯米，所以我把它用蓬莱米来取代。然后一样用这个油发的技术，会在热油中加入水，只要油温掌控得好，它不会油爆，可以快速的让这个米去熟成，然后达到粒粒分明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这种东西做完之后，我可以拿去冷冻冷藏，然后再次回蒸，二次回蒸，它都不会烂掉。所以如果说有厂商有需要做真空包，可以找我。哎，厉害，顺便业配。对对对，大师兄果然不一样。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要做这个肠粉。对，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是米的原型，是，那我把它打破它的原型去做这个肠粉，用现打这个米浆的方式，然后现煮一个肠粉的汁在里面这样子。可是我想问一下少荣，就是你是怕哪一个东西时间不够？我怕肠粉，因为这个风险比较高，要么蒸汽不够，要么蒸汽太强，或者说今天蒸笼是歪的，做出来都不对。对，所以这个有蛮多的一些限制，但我觉得挑战，既然
对手很强，那我就拿出我觉得最好的呈现给他，我尊重我的对手。嘿、hey, ，但是肠粉这种东西，毕竟比较华人吃的东西呢，就是会是比较满足感比较强烈的，然后我们自己又吃的比较习惯，所以出错的几率比较低。可是他刚刚也讲了、啊，包含蒸笼，连蒸笼摆歪了都有可能出状况，所以其实挑战都还蛮大的，嗯。这是等一下要拌那个糯米鸡的配料，腊肠稍微蒸过之后，然后跟香菇、虾米一起下去炒，然后加一点酱油、蚝油、糖跟蒸干贝的汁一起下去，稍微做一个微煮这样子。哦，你现在包了？对，因为它这个还需要稍微蒸一下。那我们一般吃到的这个，它通常都会比较的软烂，对，那个人也是不太喜欢吃那么软的饭，像我不吃软饭，我都靠自己。因为大师兄，大师兄，对，硬邦邦。当然，如果有个 Sugar Mommy 的话，我也是蛮开心的。是不是要被记警告？我觉得做肠粉的过程真的很疗愈。它本来就是液态的米浆，然后进去蒸个几分钟，出来就变成 QQ 薄薄的了。它可能五分钟就熟了吧？嗯，因为现在的确是用大火，大火对对去吹。哎，少龙，你这边哎，阿灿师，你看一下他的那个肠粉，你觉得是 OK 的吗 ？OK， 我说五分钟，它五分钟就熟了。进入最后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请两位离手。今天做的第一道呢是荷叶鸡，那我把传统的鸡拿掉了，用广式的腊肠来取代。那今天我用的是蓬莱米。那在肠粉的话呢，我是用了台东的关山的香米来做取代，然后在里面加一点成本去增加它的一点劲道，然后包了这个用绍兴酒泡过的瑶柱跟虾仁，搭配这个肠粉的酱汁，稍微去调了一下，用一点八角、豆蔻，然后葱姜蒜，然后虾皮一起去做一个微煮。阿灿师，你给我们指教一下我们的选手，很厉害。好可爱哦，很厉害。可能我肚子太饿了吧。他米差一点了，差一点点就没有熟。嗯，米心了。是是是，可以掐到一个掐到好处。对对对。啊，肠粉嘞？肠粉味道也很好。也很好哦。哎，都没几句不好呢。计时开始。今天要做一个有点改良版的一道创新菜，牛肉提拉米苏。提拉米苏会搭配这个mascarpone cheese。那我今天呢会打一个缝，用鲜奶油、牛奶还有 padano cheese 去做一个泡泡，营造这个感觉。就是基本上你看起来它就是提拉米苏的样子。那这道菜目前在很多国家比赛过都还没有输过。我觉得这道菜算是我比较自豪的一道创作菜，这样子。少荣，可以问一下，你里面的料包是放的什么东西？我放了八角、甘草、月桂叶、花椒、豆蔻、丁香、白芷，还有沙姜在里面。对，谢谢你的秘密都全部都解剖出来，对不对？少荣，你为什么会选择牛小排？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牛腱，但是三十分钟要把牛腱炖烂，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选择用牛小排。而且我这次选的都是油脂比较丰富的，所以做起来的话，它的那个油香会比较强烈一点。对，牛小排本身的肉质是比较有嚼劲的，你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时间炖煮，你是咬不动的。那它用压力锅有压力锅好吃，但压力锅一样，因为它是快速的去烹调它，所以它很容易把肉的纤维整个破坏掉，所以你吃起来就会塞牙缝。
对，所以它的时间掌握又非常重要。对，那我今天有加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啤酒，因为啤酒有啤酒花，啤酒花有酵素，它可以快速的让肉去软化。那我今天做的话是冻完之后，我要再把它剥成一丝一丝的，我希望它吃起来是有点化掉的那种感觉。我要来做一个巧克力蛋糕，对，那等一下的话会用微波的方式。大家都觉得说，哇，好像只会做中菜，其实我也会做西菜。哦，向永凡宣誓。刚刚是把那个泡泡打到氮气瓶里面，然后底下让它瞬间打发，就像是我们在吃提拉米苏上面会有一层 cheese mascarpone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哦，所以那个蛋糕已经成型了，对不对？对，底部的个蛋糕。对，没错，一样就是用巧克力做成的一个蛋糕，就像是我们吃到的提拉米苏上面都有一层巧克力或是手指饼干一样的一个概念。哦，它这个啤酒的效果还蛮好的，这个肉看起来好像已经非常非常的软烂，入口即化，可是好烫。你用叉子、啊，蛮西，你叉子直接扯它的那个线条会更好看。代表我有这个心意，想要拼。不要了，还是要你手还要用吧。我把中式的卤牛肉去结合了意大利传统的提拉米苏，第一层呢是可可粉，那可可粉呢本身带点苦，那第二层呢是用 Padano 去做的一个泡泡，那第三层是我们的牛肉，把它卤到一点化掉之后，就像是我们吃提拉米苏的时候是一抿它就化开，最后一层呢是我们的巧克力蛋糕，带点微微的甜，这道菜带了一个苦、咸、甜的一个风味。少龙，你锅子里面的是鸭肉，对不对？对，这个应该其实是要温度低一点，然后一点点的油去引它一点油出来煎，然后把它慢慢的煎上色，煎出它这个鸭皮底下煮的这个鸭油。对，但是我今天呢会这样做，是因为我只要把它煎上色之后去酥肥，加一点糖，一点药汁，因为江浙菜本身比较甜，如果我先酥肥再去煎的话，它等一下就会烧焦。对，所以我先把它煎上色。那我们今天的鸭呢？不是吃脆皮的，对，是吃最传统的那种口感，带点韧性 Q 性的。因为我们传统的酱鸭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传统这道菜大概要做三天呐、啊，对，三天到四天，让我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也可以让它赶快入味这样子。少荣，我可以问一下，你整套套餐里头的哪些食材，你认为是最代表你们家的味道？海参，其实它从发泡开始都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那这个技术呢，是我爷爷传给我叔叔。这蛋糕更好吧，我给他一烤。好，对，反正就是我叔叔再把它传给我这样子。对，因为这套年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台湾也已经很少有这种外省菜的年菜了。我觉得去创新一道菜非常简单，但是要去复刻一些经典的菜是最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赛制，我的菜应该会是最困难的。今天的冷盘会做一个拼盘，因为中式的话，我们通常讲到头盘的话，其实就是尽可能要让它丰富一点。那我现在在切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素菜，十香菜。对，那会有用了十种的蔬菜来炒这道料理。那重点的话叫如意十香菜，是因为这个黄豆芽看起来就像如意一样，是一个比较喜气的一个东西这样子。那这道菜主要的话会吃的稍微轻一点，清淡一点，然后带一点脆感。现在还有37分钟哈。少龙，你刚刚在那个里面加了豆腐的，豆腐，然后你让豆腐脱水。对。然后把它拌进去。对，因为这样炸起来的话会比较 Q
蓬松一点，吃起来它也比较容易去吸附高汤的味道。我们家的狮子头比较不一样，人家会加什么马蹄啊，一些有的没的，我们不加，因为爷爷不喜欢。少荣，你的那个狮子头的肥肉跟瘦肉的比例是怎么样？3:7。OK。然后细嚼，最后他嚼两次。你才24岁啊？我25了。就是他说得很精准啦，对我们来说都很年轻。他很年轻，可是他有一个老灵魂。对，他就有很像很有丰富的食物经验什么的。对，不错哎。他是24、25，但可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大概42、52岁的感觉。没错，没有了，没有了，没那么老了，没那么老。少荣那个像不像合菜戴帽啊？合菜戴帽通常会也是炒这种比较有口感的蔬菜，然后盖一层蛋皮。对，那我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素料去炒，然后轻轻的一点调味而已。他刚刚那海参过油对不对？对，过油，这样烧得比较快。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海参比较不一样，我用的是北韩的刺身，那它吃起来比较 Q。因为很多人害怕海参，觉得它吃起来软软的，那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带点口感、吃起来比较脆感的一个海参这样子。海参不太可以碰到油，因为它会缩。嗯，对。那如果说用过的方式的话，因为我们是自己发的，让它组织瞬间外面熟成，可以去吸附更多的汤汁这样子。因为烧海参其实要烧入味很难，但重点就是 buff 它的那个酱汁要挂的比较好。海参是非常高级的食材，对日本人来说，而且是都是胶原蛋白嘛，所以就是女生就是抢着吃，吃完之后就皮肤会好，对，然后也是我都去餐厅吃。所以日本吃海参其实并不多，并不多，对。对，哦，所以这个烧海参不用高汤，用清水是吧？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但是我怕大家今天吃完负担太重。哦，多好的一个孩子，因为它有一个 set， 嗯。你看，我就说他不像25岁的人吧，好像我爸。腊肉，腊肉来了。少荣说，没有腊肉就没有年味。对，对于我们外省人来说，没有腊味就不叫做过年。嗯，对。那现在这一锅是比较传统的南方菜，将这个上海菜饭。对，那我用了金华火腿，然后雪菜，然后反正很多啦，对，等下吃啦，像反正很多啦。没空。哦，这是刚才酥肥的鸭胸。对，看那个汁都可以流出来，哇哦 ，squish， 好 juicy。你这前菜也太丰富了，真的。哇哦，少荣此时在上色，烧着排骨。哇塞！哎呦，这个手是可以直接这样拿的。当然不行了。哇塞，这个人的潜力实在太无穷了。你这个不合理吧，少荣？所以代表说我是成熟稳重的男人呢。最后。60秒，真的快完成了，好厉害哦！收尾，收尾，收尾，第五道收尾。7、6、5、4、3、2、1，好，所以。OK， 年菜完成了，振奋人心的时刻。这道菜叫做五福临门庆团圆。那有吃的顺序，第一个呢是吃我们的梅汁番茄，那我们送牛番茄比较有口感。那再来的话就是吃我们的这个素菜十香菜，用了10种蔬菜来炒。那我重点是我在里面加了一点烟熏的豆包，增加一点点的这个烟熏的香气。再来是吃我们的瑶柱毛豆，用了高汤还有瑶柱去稍微蒸一下，这样子让这个毛豆去吸收瑶柱的这个海味。
那这季的话呢，因为我们后面的菜都比较重一点，就把它的酒味跟咸味稍微压低一点点，不然说吃完负担会太重。再来的话是我们的酱鸭，那我用酥肥的方式跟一点酱油，让它吃到一点淡淡微微的香气这样子。再来是我们的海参，江浙菜本身是属于一个比较甜的菜系，那我用三星葱来烧这个海参，用了北韩的刺身，李爷讲没有辣味就没有年味，那我用了腊肠、金华火腿来加雪菜来做这一个饭，那我把它做的比较有稍微有口感一点，然后再去可以去搭配我们的每一道菜这样子。那金鹿排骨的话，一样就是用了比较传统的方式，那偷偷加了一点点小巧思，就是梅粉。这道菜吃起来是带酸带甜，然后又有个红色，非常喜气。再来是吃我们的淮扬的狮子头，我们通常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带一点娃娃菜，然后狮子头肉味这样子去喝。那你为什么说这个做到这道料理，你说不能先讲，因为你怕会哭哭？因为其实爷爷走蛮久了，对，那很怀念他的味道，对，用这种方式，对，那我希望借由这道菜，像我的爷爷、像我的奶奶、像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叔叔，知道说，因为这入行这段时间来，我也比过了很多比赛，我也去很多国家，我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准备好了，对，那准备好接下这个第三代的这个衣钵。那我也想跟我爸爸说，我辛苦了这么久，去了那么多国家的比赛，我最希望的是听到你跟我说，儿子，我以你为骄傲，就这一句话是我唯一的请求。有吗，爸爸？一直以来总是做后援的我，都没有看到你的成果，今天我相信了，我肯定你。少荣，你一定是爸爸的骄傲，也是阿嬷的骄傲，更是爷爷的骄傲。谢谢你哦，今天帮我们做了这么多道料理。少荣，你真的是很厉害，每一道菜都是很经典的菜。冷盘的部分，菜的香甜味啊，然后再加一点点豆皮的烟熏味，其实它搭配的刚刚好。然后再来就是醉鸡，介于熟与不熟之间。就是因为这原因，所以你的酒的味道没有整个渗入进去。排骨大家都称赞不已，对，因为那个排骨你二炸之后，它的脆度加上你的酱汁裹附在外层的浓稠度跟脆度刚好粘稠在一起的时候，而且你又选的是带骨的小排嘛，所以它那个骨跟筋中间那一块肉边咬，就觉得那个香气搭配那个酸甜的口感非常非常完美。你的辣味有点点重，但是我蛮喜欢的，说实话，因为你的腊肠里面带一点酒香味在里面，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很喜欢这道菜。汤品的部分我给你满分，因为我觉得你汤品让我们吃到了最原始肉的香气，没有做过度的调味。我觉得我先讲少荣好了，就是因为腊肉本身有味道嘛，所以如果是饭上面再有一点点味道的话，可能真的是满分。对，但是已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有那个汤好好喝。对，然后里面那个娃娃菜也是，就是特别的入味，然后那个肉也是很多肉汁，就是里面因为有豆腐嘛，所以一咬的时候就觉得很软。对，在吃那个棉花糖那一种的感觉。我没有做过这么单调的肉丸子，嘿嘿，但却好吃，很好吃哎。哦，我就算意外，我说，然后汤头，哎，太狠了，你太狠了，你这个，这个少荣，我觉得，你要加油，你未来精彩可期。哇，你们大家不要再吓他了。你是用心面对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背负着家人期望，背负着自己对自己的期许，你自我要求甚深哦。但是做菜一定要开心，好不好？那个烧海参，我喜欢海参稍微 Q 软一点，更有入味的感。如果太过硬的话，我觉得发了不够透的感觉，这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然后你的排骨一流，火候掌控，然后整个吃到肉汁还在里面，蛮屌。然后菜饭屌。一般的菜饭呢，通常湿度是稍高，我觉得你的菜饭不错 ，OK， 请加油，谢谢两位。海参的部分，其实
葱烧的味道做得非常好，但是可能时间关系还是没有办法有足够时间让它入味。所以绍荣我讲一下，起先我会认为也许你做的菜是有内容，但是我没有完全体验到你的情感在这个食物里头，但是今天你做的一桌菜是吃完觉得好像心里是有一点发光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以前做的菜是好吃，但是今天真的是有一种好像被拥抱的感觉，每一道菜的味道有考虑到，也有高高的低低的这种一种旅程，尤其是最后的狮子头，是一种很温和的保暖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拿捏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是你有表达到你是谁，你的料理是什么东西，所以非常非常替你骄傲。就是我其实知道就任老师的外婆是上海人，所以其实我这一次会开这个菜单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菜单去让老师一起去，对，我以前跟外婆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有这个用意在里面的，借由食物去勾起老师对外婆的回忆，其实是我这次也很想做到的一件事情。对了，我们都是外人，对，没有。但是我也觉得，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就吃到这桌菜是有感觉的，是有个故事的。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达到一种很高的这种执行度，是人家吃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非常好。